我一博士的啥叫都不知道。给公式相声李博士做西游记科普。你我如果说的不对你就质疑我，对吧？你比如说我说那个李文华老师演那个西游记的这个西游记的车迟国国王，我一直以为就是我们李文华老师，弄错了，赵玉信老师，是赵玉信老师。李博士不是赵玉庆，是赵玉秀老师。您是不是想说高玉庆或者赵玉田？您这博士到底怎么考的？对吧，一博士就一定说的都对吗？我一直以为《阴阳大王》是诺维斯基演的，那他长得太像了，怎么办呢？李博士，为了不让您再露怯，我再帮你普及一下《西游记》里其他重脸明星，省得您又信口开河。扮演水德星君的不是郭德纲，而是演员马永曾；扮演女版小白龙的不是周涛，而是演员任文坚；扮演红孩儿的不是黄磊，而是演员赵新培；扮演白骨精老人的不是陈永泉，而是演员黄斐；扮演哪吒的不是王思聪，而是演员杨斌；扮演孙悟空的不是陈冠希，而是六老师。李博士，这回知道了吗？我不知道啊，没关系，我一博士的啥叫都不知道，人不知道也倒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些东西如果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他不就没人知道了吗？不就没人知道了吗？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